对吧？一会儿可以开这个大车，直接再砸这个房子。反正这房区我们无敌。但是刚才这波还是很极限，还有6名敌人。今年有个狗杂，有消音狗杂。唉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，兄弟们？大字公屏上两个字，拼音是"哥"开头的，兄弟们，第一个字是拼音"哥"开头。 6名敌人了，他们还在打，近点一个，我连点他倒一个，他倒一个，那这边最起码有4个人，那这最起码有4个人，因为他有队友，6个人，那边有4个人，那就是剩，这队没了，大炮，这就是3个人，3打1，不对。 对吧？怎么指使了呢？补掉他的队友了，右边俩，左边一个，3个人。那狗渣呢？狗肉在哪？狗肉在我脸上，刚才。你可能是一打一，一打一。嗯，我不需要动啊。这人数还是没有，哎，还在炸。 别眨眼，别呼吸，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决赛圈的视角盛宴。这车我就不开了，我们10个烟。98K， 98K， M24都在那边了吧？98K 的，7三轮冲啊，应该不是1v2，我更希望是1v2。夏小娟没化妆了，中心点了，就直接一个点了。 我的妈，心惊胆战的，不稳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扔白，他这白，1打2，他会往那扔白吗？
他不会，1v1，他俩在1v1呢，赶紧打起来！我就往前一压，他们全没，又能摆，可以，他们不是一队，但又不确定，如果他们乱丢了呢？他们就要打起来，哎，9 8 K 的狙，一个 9 8 K， 为了确定，还有一个呢？没有，怎么还在狙啊？怎么不反手啊？那人？ 我知道你在说，我透我猜到了，我他妈的，直接拿下本场的世界，单人四排竞技模式完成16杀世界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们是冠军，帅呀，直接猜到他了，我猜到他这个术后了，知道吧？直接猜到，哼，就你那点小心思，肯定在术后搁那躲着呢，我直接一眼我就把你看到了，说漏嘴了，不是说错嘴了，兄弟们。 别在乎这些细节，我们是冠军。帅呀！大家有想提高游戏内的帧数的兄弟们，可以加一下屏幕下边的微信，可以帮兄弟们提高20左右的帧数，效果好还可以提高大几十帧啊！具体的加屏幕下边微信咨询，低配高配都能调，不调后悔一辈子。想学主播的技术的，压枪、私教也是屏幕下边微信。 不是 DBS， 你不是 DBS 的话，你现在的话，如果要是喷倒一个人的话，他秒冲你，你来不及换枪。 直接就我他妈拼图楼了，就干了。
or should I march with every stranger from Twitter to get shit done? Used to hang my head low, now I hear it loud. Every stranger from Twitter is gonna burn this down. Way up, way up, we go. Been up and down that road. Way up, way up. 早上刚现在也很多呀。别眨眼，别呼吸，左边给我扯满他。来红灵，给我打开一个。空调调成26度，会调不？打开按就行了，按26。没 DBI 是怎么玩呀？我的妈！没有 DBI 是怎么玩呀，兄弟们？完了，没有，兄弟们，相信我的枪法吧。我操，柏林的，我操，什么玩意儿了？我怎能遇到柏林的呢？柏林狗。呵呵。你看。柏林裤的，看到没？还有个面罩，还有滑雪镜呢。装备啊，有钱是吧？有钱专打你这种有钱的，还卖阿密手套是吧？啊，你他妈丢雷是吧？你看这个人跟这个人的装扮完全是两个装扮，最后一个肯定是排的路人是吧？我操，你有钱你了不起是吧？啊，杀掉的女人就是你，把衣服穿上。会玩儿，知道吧？一般买皮肤的会玩儿。
停止脚步啊，喝个红牛，直接整一罐。直接就干了，兄弟们。我喝的是蓝瓶的，250毫升，直接一口闷，250毫升是不是半斤啊，兄弟们？半斤，压枪就是牛逼！就在外面门口还一个人，这玩意儿因为穿啥，上面还有个喷子，我操，楼上还有个毒狼喷，单式牌的，我靠，你这么远，就人家喷子打这种有栏杆的点最吃亏了，还敢喷？直接往上气杀，帅呀！我操，有手感了，兄弟们，乱杀起来了。但喷子说实话还有点歪，刚开始第一个人喷了三枪没喷死，就是喷子太歪了，三级甲。喷的一定不能喷歪呀，喷歪就完蛋了。有的时候在几喷喷不死的情况下，就是他喷歪了，知道吧？没有 DBS 可怎么办？哎呦，这楼应该都收过吧？把滑雪镜拿着。这楼的话有应该有我操，还有人帮我凑巴杀是吧，我操，跑得还挺快，他知道我要丢雷，看来这小子被炸过啊。好了，想跑拽，看着啊，这波追击，乘胜追击，他应该往这边跑了，我操嘞！
太远了，兄弟们，打不中正常。我们也走吧，但是这车肯定是他开的，我操，这人是个毒瘤啊，兄弟们，不杀他有后患呀，这怎么办呀？ 不除此人，必有大患。Oh my god！ 这压枪帅呀！这今天的控枪真牛逼，我跟你讲，是真有手感，嘎嘎猛的，兄弟们。 我的车有了啊，直接进去，直接出网一号点，别墅靠海，必须的。 开大车吧，有人我操，这架根本穿不了。这空投落在了麦田，不能拿，绝对不能拿，收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这个，有没有 DBS， 幼稚的3年单身。 换取一个橙子哥哥 DBS 来换，这弓都可以拿。 耶，不抢吗？这来了来了来了！ 完成一穿三，这不是学废了吗，兄弟们？直接把雷扔到自己的房子，把自己的潜力完全的逼发出来，学废了吗？把这个雷，哎，咱扔自己房子里面，知道为啥吗？因为这样的话，你的就是说身体就是被逼了，你知道吧？被逼了，然后直接冲他，非常细节。 老戏了，兄弟们，狗炸到手，我们就可以玩这个玩狙了，因为狗炸跟喷子的话，两个近战冲突了，近战之王不能有太多个。我操，没空，这合理吗？这更好了，更随我心意了。他不是开大车来的，这。
狗扎配煤矿，我干！这把不死鸡。就说那句话啊，刚才这波操作，人都是逼出来的。 这玩意儿竞技模式11杀，八倍不打，这个主播在这个时期不打八倍啊，不打八倍，故意不拿的，绝对不是瞎了。这没人，直接炸炮楼了。我操，有人，但是好像人不是很多，直接干了。 就一个，直接给他干掉，拿下他的好点。守在这个位置，就我们就不能像这个小兄弟一样了，我们一定要守在一楼，知道吧？一楼是最安全的点，不能不要在二楼啊啥的。 还有11名敌人，我估计会被一队扎耶。麦田之战，体力服没他。 告白气球，哼，哎，空投，10名敌人，麦田出不去的，我们只能在这儿。 操！有人打架，没空可以收吗？
好了，不可以了。那没事的。万一城全部说出来了，还有九名敌人。现在开始收集信息，现在开始。这几枪打不中是正常的，因为如果要是说这样的话能强强打中的话，那一定是外挂了，甚至外挂都做不到，所以说非常正常，不是说马，因为这么老远，而且还是移动靶，你一个正常人，就算是职业选手，也不可能会打中，我这么说吧。但是呢，大家这个没有过多了解的时候，会觉得，哎，主播怎么没打中，有点马呀？其实非也是正常的，因为太远了啊。我们是圈儿，他们都在坑里呢，大部分都在坑里面，这防区也有，一会儿都得出来，坑里边也要出来，我干，全都给我打靶。还有半兵敌人，兄弟们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们的口号是什么？打的公屏上面两个知，两个知，老粉丝都知道。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？二一打四打四，打呗，我还怕呀！我操，这哥们不打烟，我还不知道这有一个人，他趴在毒边的吧？这哥们儿应该在这个毒边，炸他！他不打烟摸过来，我完全不知道呀！他一打烟，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你知道吧？枪枪中，看到没？直接往上十指杀，还有三名敌人。我操，怎么就杀了？这俩是一队的，还有一个呢？一打三吗？看到没？不是说咱们枪马是有的，我操，一打三，一打三，确定了，确定了，确定了，兄弟们。下去打，完全确定啊，绝对是一打三局。
闭上眼，闭呼吸，现在开始紧张刺激。三个人我也不怕呀。这区区三人，我操，三枪没倒这个。我操了，这都没秒掉啊，我的发，这些人都没秒掉，有点难打了呀，秒掉一个我又突破好了呀，我操，一个我都秒不掉啊，兄弟们，这又有点棘手了。我操！哇哈！我操，拉到这边了。好了，一打一了。来吧，活存 PK， 我看你怎么办，哥们儿。躲着好，还有颗雷呢。我没有不是雷，那你也完蛋了。看着兄弟们，我这一步一步棋就将他将死。叫什么是将死吗？玩过中国象棋吗？一步将死。好，把酒挡住，哎，一步僵死，哈哈，但我们不是圈儿，我们不是圈儿，我想想啊，定价，他那边不是圈儿啊，就这么架他。他打不跟他打，现在开始就无限跳，他跑毒的时候干来，直接拿下九眼圈 1v3 单人四排竞技模式17杀10击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，兄弟们，我们是冠军啊，小吃一击，小帅啊，帅的一批，不是小帅，是帅的一批。关注发的梦数十个奖品，感谢观看。想学技术的，想增加帧数的，兄弟们，加屏幕下边的微信。学技术，增加流畅性，跟主播一样牛逼。我们是挂军。17杀10击。可以提高20左右的帧数啊，然后优化电脑的，不优化后悔一辈子，优化了享福一辈子，兄弟们，加屏幕下边的微信啊。对，摸老虎屁股。If you
没办法，左边的兄弟被挂制裁的。直接 P 上，没挂就行啊，兄弟们，二四。四个人，谁跟他们贴脸了？谁跟他们贴脸干？大人是白。吓我一跳，眼花了，幻想敌。哎，我没头吗？我落地不是捡了个二级头？哇，这个跳喷。
这届万圣一村五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呢，兄弟们？屁虫王子，原来是五个人，经典跳了四个，我干了，一个是单人试牌的，然后还有一队，正好是五个，小帅呀！ 那两个跳盆有点帅，说实话。机场圈。 干不了交了，直接去机场吧。感谢我不二哥的好多福袋，谢谢不二哥，不二哥也要豪赌啊！开车开轿车知道吧？不要开那个破吉普，吉普的话太慢了，应该没人堵桥吧？ 你们觉得我会不会堵吗？应该是没人，现在没人那么无聊，没人啊，没人，安全。我这边承认我有赌的成分，赌的赌对了。我赌吗？咱们赌桥吗？ 既然你们想看我赌桥，那我就给你们赌个试试。但是我要给他来个城市赌桥法，好吧？不是简简单单的在桥上赌，而是设阵法。他敢来，他就是。 你看啊，这个点不是这样的吗？我们把车放到这儿，这样的话，它就需要拐弯，它拐弯加我们打滑，它一定会撞上的。你能懂吗？你懂不懂？你看到没？只要保证就是说，它需要拐弯啊，它不能一条直线穿过来，这个桥就算成功了，不需要把这个桥全部并上，你懂吗？我懂我意思吧？一会儿你就能看到我这一波的堵桥的关键之处了，要它拐弯。 啊，那拐弯，他一拐弯，他就一定要打滑，一打滑他一定要撞车，撞车他要下车，下车之后我们就牛逼，因为我们掩体，他没掩体，我们还有颗手榴弹，看着啊。你看这个的话，咱们放哪儿呢？咱们放这儿。哎，他是不是要搁中间过呀？ 我他妈直接把它堵上不就完了吗？三辆车不用那样了，感觉浴缸教父的两张办卡，那直接堵满就完了，直接排满。不行，斜着的话会，感觉两辆就够啊，因为这个是斜着的呀。 啊，好，横着的话就体积就会变大了呀。好。
好。 你看他来不来就完了，你看他来不来，他来了吧？你看他来不来，来没来？他不来人，我这城市堵桥绝对来人，把这缝给他堵上。<笑>你是不是？他一定要冲桥的，因为所有人。 他都像我们刚才来那个想法一样，没有人。这就是赌桥的技术。他们都有侥幸心理，你知道吧？他们都会认为没事儿。等他们真正来的时候，他们绝对傻眼了。被我一个人干了。<咳> 而且我们还可以暂时高处，嘿嘿，我们还可以这么打，太牛逼了！大家能看到这桥的两边，看到没？有人跑过来也能看到，非常细节。 来一个就是一个，我跟你讲，城市堵桥专业。毒来了，我跟你讲，他也会来车，而且不止一辆。很多人会有逆向思维，觉得这边危险，那我们就过这边，他就会要过来。等他要过来，他就完蛋了。 玩就是个心理，主要你不设障碍物的话，你根本堵不到，你知道吧？你扫车失败，或者说，比如那车上有三个人，你不可能全部扫下来，你扫下一个，扫下两个，你的位置就危险了。所以说堵着绝对完美。那么加我微信啊，加屏幕下方或者左上角都是一个微信。 想增加25%的帧数的FPS，就让你的画面更加流畅、更加清晰，脚步更大，网络呢更快，对枪快人一步，啊，全都是一条龙远程服务。还有的话，一个是另一种是私教，提高你的压枪，这个的话就有点贵，但是会送这个优化啊。具体的话，你们加屏幕下方微信咨询就可以了，有什么咨询就咨询什么啊，有啥问题就问啥，放心问，大胆问。 助理看到消息会第一时间回复。不调试不加微信，那后悔一辈子啊！实事存活，走吧。我不走，走吗？还是等，兄弟们，走还是等？走还是等？听你们的，我觉得能等到，但是人有点少了。 我们已经杀了7个，等不等都可以。反正也不远，我感觉应该还会有半队一队的这样子。嘟嘟嘟，13个人。 等到那说毒好吧，死磕，必须死磕他们。13个人了，走吧，兄弟们。
这个圈什么区啊？他们没有连区，溜了溜了，这肯定要走了，绝对没人了，开闸。 挂被踢了呀，正常。被踢出游戏不一定是挂，有可能是检测，因为我们也经常被踢，嘿嘿，正常。 找个 DBS，SRK 在后期的喷很烂车，完了，他会看到我的车的，他看到我的车应该不会进来了，卸我车胎是不可能的。 嘿嘿，卸我车胎是不可能的，牛逼你就冲下来，我操，我操这么屌呢这一队，啊，冲我，你真冲啊，我操这一队什么玩意儿了，他妈这么猛，情况不对，在这位置跑不了了耶。 这是跑不了了耶，这队包围了耶！我操，不知道我顶不顶得了。 来呀，我不怕你们，来呀！ 正头没人杀呢，你们四个能把我一个人包死？就你们那个死样子，能行？答应我，打倒人先补，<笑>不行，得钓鱼，知道吧？你不钓鱼能行吗？ 打没？<音><音> 我还没打倒呢，我先能打倒一个再说。我靠！别把我一枪爆头了。
来啦来啦，当邻居也行。 这他妈怎么老封烟儿呢？这队，妈这队怎么老封烟儿啊！我操！妈你们人那么多，封烟干什么玩意儿？有病是吧？ 放烟干啥呀？来，我他妈也疯！来来来来，疯！压压压压压！来压，压起来！喷喵的，喵了个咪的！操你个猴子！妈给你补了！这边贴脸喷，没喷到。 喜欢打烟是吧？这三个啥呀？还敢打我呢？啊！ 这家喷子啊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呢？我们是喷纸狗，就这？怪不会，怪不得只打烟，他们也很慌啊，我以为慌的是我呢，我以为只有我慌呢，他也很慌。OK， 狙来了，兄弟们。 没有喷纸的，还有6名敌人，我们已经厮杀了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，兄弟们？该喊口号了，2个字，拼音是"哥"开头的，懂的都懂。哎呀，老粉丝都知道啊，老粉丝请齐刷刷的扣在公屏上面。 新粉丝小喜一下啊！他拿的是 MG3，他捡了那个空投箱的，别眨眼啊！现在开始，拉到右边可以，贴着边拉。我们位置是隐身的，他们在打，知道吧？我们属于隐身的人。 隐身人，又倒了一个，一共5个人倒了一个，那边俩，这边俩，5个人，那边俩，这边俩，那边仨，这边俩，我这边现在只有一个了，把这一个仨就前面3个了，这里边他没补吧？ 1v2，看到他了，看到一个不要打他，拉，拉成线，2个全在那边，看到没？我看的是清清楚楚，继续拉，我们反坡，他们俩完蛋了，他俩会。 看一下就团结，他俩团结，他俩就没了。他俩要是分散就完蛋了，拉过来了，好像没有发现我的位置。他俩还以为，哦呦，2打1了。你看他俩没有发现我的位置，我只有1个手榴弹，秒掉1个先。好的，就看你服不服了。
那个雷补，完美之雷，没打到，完蛋了！我操！ 但没事，我有主动权。他们两个人其实互帮互助要更加的麻烦，知道吧？你看，我就疯狂的拉枪线，我总有一天会拉到他们的车身。啊，他们总有一天会再倒，然后再扶，过去扶吧。 不服你也没了啊！好，再拉枪线，位置的好处看到没？我要是你看，你位置的好处就是牛啊，位置好就是牛啊！哎，过去扶了，这边穿烟，给他来个连击。 好的，扶起来了是吧？咱们继续拉枪线，再拉到右边。哎，这边可以穿烟呀，看着啊，瞄着这个树后，在这个位置，不要补，钓鱼钓不着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打几枪，再拉，再拉。 再拉到他侧身，来，好的，我看到他了，拉到他侧身，没事儿，看到我了是吧？拉上去了，标点，继续拉。 我这边放个烟，让他以为我们在这边啊！疑惑之烟，呀，他又他现在有防备了，但是没完全防备。好，我再拉，<笑>搞不着树了，是这个树吧？盯不住了呀，他。<咳>不行，我要拉大圈了。<咳> 好的，知道我在这儿了是吧？急了，<笑>反击了，他就拉到这边，急了，给他着急了，他打空枪了。好的，我又从这边出现了，<笑>不行了，我想笑啊。哎，然后我再去这边。 你等我，你就在这打样就完了。推拉，拉，跑了，他跑了，他急了，他以为换了个树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再拉，<笑>又打了一枪，很好。 打不死他呀，他挺精打的，搁这骗他，扔这个烟骗他，这边直接将他干死，没有时间了。他看到我了，哦，他没有。
我操！没事，我还能拉，没事。 继续拉，哎，齐了，哎，开镜标个点，你不是圈儿，准备受死吧？你已经完蛋了，哥们儿，投降吧！嘟嘟嘟，我操，还有烟雾弹呢。 我操！不会要把我杀了吧？给了我一枪啊！有点危险了呀，你们！我操！不有点反杀吧？ 被毒死了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人得心态崩了，兄弟们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单人四排竞技模式13杀7，我们是折磨王，这话被毒死了。我们是冠军，小六走一波，折磨王，这帮给他折磨坏了，你知道他是什么感觉吗？他永远都感觉侧面要被偷，哈哈哈哈。 我这个位置太好了，各种拉他，呦呦叫我折磨王吧，兄弟们，我们是冠军。大家想提高游戏的帧数的兄弟们啊，私教一对一教你调试里面都压枪的，加屏幕下边的微信帮你增加2流的帧数，非常好用啊。折磨王，看一下对面视角。 而且还刹车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滑车的，怎么还刹车了呀？这搞灭呀！这故意的，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呀！镜拆开了，兄弟们，左边上一上。
我操，这是跑到这儿的，跑了，跑技不行啊，哥们儿。 SRK 狗都不玩，我玩一把试试看。今天不玩喷子了，兄弟们，喷子没感觉。今天步枪非常有感觉。 丝毫不慌，被打残了之后直接调整角度，再次出击，完成一串三。压先可以。 双 AK， 有一个呢，兄弟们，看屏幕上方三个字儿是什么钟，你就知道了。什么钟？ 有8倍狙吗？ 有8倍大炮吗？哪儿呢？还真有啊。
抽烟，我操！他喷了我一下，别让海兵呼吸，没喷子一传三。 看他，怎么连扩容都没有，是有点牵强，但有快速，还可以。 来了，四号，直接完成，也穿刺。 步枪一打是照样简单，好吧，不仅仅是喷子牛逼，好吧，兄弟们，连狙枪枪中，看着啊，枪枪中他面前的弓箭，我操，居然还有挑战者。 那就来吧。 呀，他们不怎么不过来呀，不来。 那看来还是需要我进攻啊，他绝对会跳下来，知道吧？他跳到我头上就要跳这个二楼，知道吧？他就要跳我脸上，然后我直接打死他就完事了。 舔个装备。 你们说你们俩干啥来啊？啊！直接完成。
一穿十，我操，不是没人了吗？还有人啊？ 这人找不着他了，咱找车去了。直接走了，留他一个总吧。把他们全队杀了，就可以举报我了。杀他们俩，举报不了。防止被检测，兄弟们，细节。把他们全杀了，他们一观战我，绝对举报我呀，是吧？你杀两个的话，你观战的就是他的队友，他举报不了。 这把的防区用的很稀少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我们没喷子无所谓，但虽然没喷子，但还要干防区，知道不？呀呵，啊，不会给个妹控我吧？ 这么快乐的吗？我操，真是妹控啊！哈哈哈哈哈！那他妈完蛋了，这直接落地之后十杀，进圈就给一个妹控三级套，你说这玩意儿了，你说谁研究的呢？这剧情也太好了，天选之子。 他妈陷入了我个车胎，我靠！把你小命卸了，一个胎换个小命值不值得？他很值得呀，他血赚，我靠！换了我个车胎。 赶紧开跑！把他们打死就可以开他们车了。那你再露一个你，谢谢。下一波的话就给他那啥了，给他一枪爆头了，我就不跟他多磨叽了。
给我秀是吧？呀呵，这小子还真有点胆量哎！你别说，你看，他平时都这么勇敢吗？他不知道我会功夫吗？ 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兄弟们。 我们直接杀到中心点的厕所，千好万好不如厕所里边好，知道吧？平常还能这个聚聚，往里边开。 还有13名敌人，观众发弹幕送10个奖品，兄弟们，发弹幕越多，你的中奖就越大啊！ 中奖的看一下滚屏弹幕啊，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。啊？嗯？倒了？哪儿呢？哪儿呢？ 人在哪儿呢？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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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
你们两个真是找死是吧？来厕所找我等于找死，知道不？先死一个，来来来来，再给我一下，来，
你再给我一下子来，好，跟我这瞄是吧？哎呦我操，假药他打坏了，兄弟们，血亏，哇，废假了，这波其实非常不理智，还是别跟他对了，反正他是过不来。 哇，这两枪98 K 给我直接甲肝稀碎！我操，要跑毒，这下完蛋了。这石头插进去，远点的防区应该是没人的，这防区没看到有人类生活的迹象。 要干哈？冲我是吧？毒狼，这人还真有点毒瘤，给他干了得了。这人会拉到坡下的，我操，挺恶心啊，这小子。 我操，人三个人呐！他们本来是满编的，好。<笑> 你们得一队队要被我架死，知道不？来，你上来我就躲着车后。来来来，就你最后一个了。一枪。步坦协同，无限的掩体。 这今晚上大日子吧，竞技模式创业，确实有点假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不是外挂，不怕啊，可以洗。这今晚大日子吧，竞技模式19杀世界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呢，兄弟们？两个字打公屏上，我们是冠军呀！我们是冠，不是我们是冠军，冠军，哦吼！ 观众发什么送10个奖品，感谢观看。帅呀，单是天花板，送给兄弟们。大家想提高游戏内的帧数的兄弟们，加屏幕下微信可以提高30的帧数，让游戏变得更加流畅、更主播一样牛逼。增加技术也加屏幕下微信，加爆微信就完事了，兄弟们想支持主播。
这个 BGM 问两天了，我告诉你这个 BGM 的名字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，就知道这个什么歌名了。说说挂军，呵呵这怎么这边哪有车库啊？我操，有车，我就有人。就在我隔壁了。这什么雷？原地炸自己雷。把他干了，我就是为了回来干他的，要不直接开车了。成着几点了？不用问我几点了，看屏幕上边三个字是什么钟就完了。单人试牌啊，小子，臭小子，找车拿空投去了，搞不好，当然好了，老猛了，嘎嘎猛。尿尿中，肾虚中也就算了，居然说尿尿中，过分。空投群我来啦！
你可是橙子小迷弟，看到你的弹幕了。你可是橙子小迷弟，那你可真棒！12个空投一起捡是一种什么体验？看到没？这空投满天的都是，应该没人抢吧？前期的。 舒服了，兄弟们，狂舔，舔到手抽筋儿，我操，冰了巴拉的。 哎呀，没给三级包，你说这玩意儿闹心不？给个三级包啊，兄弟！马格兰，我操 ！AWM 配狗杂，很好，很好。 那能不能给个三级背包啊，兄弟？这也太尴尬了！哎呀妈呀，这玩意儿闹的！ 基地服不要，狗都不玩。 基地服狗都不穿，给狗都摇摇头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没有三级包，15个空投没有三级背包，那搞笑呢？给了2个三级头，2把枪，不过。 这也很棒了，三级把我们靠收就行了，双消音了也是，整个4倍，机瞄 AWM， 4倍镜来了，三级包应该挺好找的。 来啦，3D背包。OK 啦，感觉8倍挺好找的啊，找个8倍。 看看这个圈哪里边有人呢？这把楼顶只干了一个，这房区挨个走走吧。门口有罐子吗？罐子里边可是有四摸的，这罐子是能打开的。
不是这个罐子，上面的那个，这是假罐儿，也不是这个，这个罐儿，我只有一颗手榴弹，有点小穷啊，这没了，就这一个破罐儿。 狗看了都摇摇头，没了。我从来没有在这里边整过自摸啊，都是一些破东西。 这边应该有那个罐儿，谁来谁死啊！有人打架，在这个方向，看能不能狙击。来了，马路。 我靠！这拿喷子，这个人吓死我了！直接一波机械拉点，因为刚才那个位置已经非常劣势了，我就疯狂的往后拉，扯到了后边这个围墙，然后找到了机会完成了一v3。如果在刚才那个围墙，其实是可以。我靠！又来一队。
这件完成一穿五一穿六，兄弟们帅不帅？咪西包，咪西一下，太帅啦，橙子哥哥，太帅了！ 整俩雷，整一个雷不行，俩雷子弹不够，还有17名敌人，兄弟们，六倍没拿是吧 ？OK 了，拿去呗。 这个位置来的是真，我操！人呢？刚才还有一个白裤子的呢，一开劲没了。咦，人呢？他们可是有3D套的。 前一个大局，还有17名敌人，加油！缩圈了，找方去，兄弟们。 这么多防区，随机来一个就行了。